海带，太聪明了，他们把蛋拉在这个海带上了，你看垫的还挺好的。你们看这些蛋没有被海水泡，所以说他们上边还是挺糟的。我的天哪，这三个大白蛋呀，这是什么蛋你们有知道的吗？我刚来呀，我得放桶里慢慢的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先把海带放在桶里，先把海带放在桶里垫一下就碎不了了。我有时候还不如个鸟聪明。来，先把海带放进去啊。它这海带品质也还行，有碎的，因为它没在水里，被太阳晒了，还得回家再把坏的弄掉就好了啊。哎，这样蛋放在里面不就坏不了了吗？对不对？哎，这一下子是几个？六个，还挺齐的呢。来，咱们过来，把这边的海带也捡了。哎呦，不少不少，你看在水里的海带它就很好，你看这品质嘎嘎的。棒了呀！大家好，我是牛牛，忘了跟大家打招呼了，我又来赶海了啊！好久没有捡到大白蛋了，今天又捡到了。这个蛋吃起来，怎么说呢，很鲜香啊，比普通的什么鸡蛋呀、鸭蛋呀、鹅蛋呀香多了。哇，你看看这个多长，太棒了这也。太开心了，你们看看这里藏了一个八爪鱼，因为这个石块太小了，所以它都露出来了。哦，吸力可强，暴露了吧，我来了。哇，这么大，真没想到它竟然这么大，我的天，哇，这个吸力太强了，千万别吐水啊大哥。怎么样，是个大八爪鱼？哇，好肥呀，好久没有抓到这么漂亮的八爪鱼了，是因为春天了啊，八爪鱼都有活力了。走，继续看看。你看这里还有几个扇贝，哎呀天，这个扇贝不小，带走啊，因为那天猴都是还活的，你看真好。走，看看这石块底下。哎呀，没有啊，啥？我的天，好大好漂亮的海葵啊，这个我肯定不能动它，太好看，我不忍心破坏它。千万别动，千万别动。哦，哇，这里小八爪鱼，你看看它个脑袋站起来了，像什么你们自己想象一下啊。哦，好小的小八爪鱼，你咋这么小啊，吸力很强。你看你看，它不钻石块，它很那个呀，很单纯呀，不知道疼。哎呀我的天，好漂亮啊，这么小的八爪鱼那不要了吧，春天就是八爪鱼繁衍的季节啊。好小啊，再不要了，放这吧，不忍心动它。我给它找个石块底下藏着，放这底下好。哎，我的天，好漂亮呀！你给它放底下，它肯定就钻进去了。钻进去了还安全一点，这附近有海鸟，别把它吃了。啊，没有哎，看看这个有没有啊？啊，哇，有啊！我的天，这么大个石块底下藏个大八爪鱼，可以可以。哇，拿不起来，放下了啊。哎呀，太沉了这个石块，你看这附近还有好多扇贝都在那，你把八爪鱼放下。桶里那条吧，桶里的那条钻进海带底下了，钻进去了就跑了啊。哇，这个好，这个还是比第一条瘦一点，是不是？但是比刚刚那条大多了，瘦了啊。来，扇贝夹。哎呀，哦，小鱼不小，还有一块边角料，也带着吧。我是过日子的人。嘿，看看这边。哎呀，没有。哎呀，拉不动了。一二三，没有哎。夹了扇贝。这里还有一块海带，咱们过来夹了它。这块海带看着不小啊，捡起来看看。我的妈，底下有大八爪鱼，你看那里还有一条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这条大海带底下藏了大八爪鱼。看看，哎，扇贝，你看，扇贝也带走。看看你，哇、哦，这不小，这不小，这不小。哎呀，今天捡的八爪鱼实在是太好了。又大又有活力，我的天呀，你看这个大脑袋里边是什么。哎呦
有卵吗？你们看有卵的，千万别吐 ，sorry， 千万别吐沫，我把你放下。哎呀，别再歇着，感觉手麻麻赖赖的，痒痒。哎呦，我把你也拿出来。哦，千万别吐沫，我给你磕个头行不行？这个水呀，你看它的水吐的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去我家去我家，去我家做个磕，我再给你送回来。别生气啊。好嘞，继续。